海浪，荧幕前合唱时代歌，举重后肚饿，临睡前就抱菠萝，要说你每段配乐，通通以滤镜逐格自拍的我，怕爱火抹去后，眉目会淡忘想拍下，热汤写照，收到今年一刻呼叫，灿烂多千百度，世界在发烧，继续信，人没过总有心跳，全部歌是各自记录，提及我话你常在中，潮流那么。入这一幕，图像凝住我如滑波，于五内震荡，然后传入记忆囊，惊险与快乐每幕，终点有上在大脑直接收藏，放个空，播放着回味都不愁翻看着，动态分秒。小记事，看似极渺小，细微了，还是会加快心跳。全部故事各自记录，提及我话你常在中，潮流那么疯疯得我渴望，完全挨个杯可起哄。全部故事继续跳动，平淡有愉快常在中，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后，残留了风花可触碰。长睡中摆在圆洞初中，眼神变空洞、啊、动作动作未能自控，或许歌声似梦有吗，还是要庆祝啱啱咧，就係咧聽完《常在中》啦呢一首歌俾大家啦。咁其實咧呢一隻歌咧就係出道兩年嚟咧，即係好多歌。點解會揀呢一隻《常在中》啊？其實係因為《常在中》係我咁耐以嚟啦，第一次去嘗試跳唱嘅一首歌嚟嘅。咁亦都係我有份去首次係參與作曲嘅環節。咁所以就揀咗佢啦。哦，你係咪識跳舞嘅？不嬲都係咪？可以咁樣講嘅，因為以前咧我就都係學咗大概10多年嘅中國舞，咁但係就同今次上在中嘅 Jazz Funk 其實完全唔一樣，即係有 K-pop 元素，咁所以就有少少唔同，但係都有少少底子。係啊，我都睇得出啦 ，Jazz Funk 係好型嗰啲嚟㗎嘛。咁另外唱歌咧，大概係幾時開始唱歌？唱歌我諗應該係真係好細個，細細個幼稚園嘅時候就開始中意，咁但係又自己就唔係話好知，喺屋企人之後就同翻我講，原來可能幼稚園嘅時候已經好活躍，想參與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啊，好中意即係喺得閒嘅時候喺屋企就玩啊，唱歌跳舞咁樣咯。點解咁耐先展現呢一個唱歌跳舞嘅呢一面俾啲觀眾睇咧？一開頭其實因為自己都係唱慢歌比較多，咁所以見到一出道之後嗰幾首歌其實都係一啲情歌為主嘅，咁但係之後咧都好想嘗試一下自己作曲嘅呢一個環節啦，咁所以就同公司就 propose 咗，如果我自己寫嘅話，亦都係寫快歌，唔知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轉變，咁所以之後咧我哋就試咗《常在中》為第一首快嘅跳唱歌啦。好多歌手都會有一輪嘅時間咧，就專注去唱啲快歌啊、跳舞啊。
啊咁樣啊，陳慧琳又係啦，黎明又係，有冇諗住學佢哋咧？喺呢一輪咧就全部係快歌，做一個跳唱歌手咧。其實由今年咧，其實所有歌都係跳唱為主嘅，咁所以大概都係今年嘗試咗呢一個方向，咁亦都自己好中意，咁希望下年嘅計劃當中會應該兩樣都有咁樣。哦，即係雙線發展。係啊。但你跳唱嘅時候，你學中國舞會唔會唔覺意咧整咗啲中國手出嚟？其實真係有。真係有啊！跟住排舞老師其實好崩潰，即係突然間咁喺度個蘭花手咁樣。因為咧 K-pop 或者係 Jazz Funk 其實相對地要用力量多啲，但因為我人有時太油啊，跟住就覺得有啲奇怪，即係好似點解你突然間隻手會咁樣喐嘅咁樣咯？頭先你講話你會作曲啦，你係幾時開始作曲定係？一路其實我都寫開歌架咁樣作曲。如果以我記得咧，其實應該係大學嘅時候開始去嘗試做嘅。咁但係有陣時咧係完全唔識樂器，啱啱開始學吉他，咁就用咗好簡單嘅方法，可能就係寫低一啲 chord 啊，即係一啲好簡單嘅 chord progression， 然之後去寫嘅。咁之後慢慢開始，因為都想做到自己心目中想做嘅音樂，咁咧開始向唔同嘅音樂朋友啦、音樂人去問下佢哋可以點樣做。咁而家嘅話咧，我就係都係寫 beat 先，或者係有時候喺屋企或者搭車行街啊，咁諗到啲 melody 咧，就會喺手機度記錄低啦。不過喺呢一個時間咧，就同阿 Paula 咧傾到呢一度先，因為咧依刻我哋就會送上去另外嘅一首咧好精彩嘅作品，就係你講過嘅《Lesson》。越爱你越困身姿势被磨练，对抗和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，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，委屈到神情会裂，最美越怕你越变质，矜贵就自闭，我要换气派换脑筋，伸软滑的线，然后凭你独的志，其实爱有定义，我拉开你就能不义。 I feel sorry， 需要道歉，未画完十四的眼线。 I feel sorry， 不想再听狡辩，是我终于要伸展，撕去所有三次疤痕，挥去所有温顿体感，我拉伸不动都不亲，挑拨所有饥渴的人，解拆所有懦弱基因，我拉伸漂亮的奖金。 I can do it by myself， 我自成一对，你选择拉伸发现不是同你一类，你教识我不要再害怕大家失去，自家物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痕，分开独自升级，无罪躲避同回忆力。 Let's dance tonight，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，就正开始发作，身体不知不觉受伤。 I feel sorry， 已了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。 I feel sorry， 都想你的嘴脸亦会新鲜，会新鲜。撕去所有三次疤痕，挥去所有混沌体感，我拉伸不动都不亲，挑拨所有饥渴的人，解拆所有懦弱基因，我拉伸漂亮的奖金。如今高贵行一次，谁想站到我身边，为青春放肆，很多对自创就当历练，收你的信一秒即分，听你解说